经做了年度的大改版，就是我们的猎魂者觉醒。那欣雅呢，她也以最新的职业以及最新的造型亮相。那欣雅，你对你的新职业以及造型有没有什么想法呢？我觉得新职业它很酷的是，它是拿着大镰刀的战士，然后它拥有能够吸取对方灵魂的能力，而且它分为有暗灵、光灵还有魔灵，就是施展这三种技能都会出现不同的特效，我觉得很厉害又很酷。真的，那所以他叫猎魂者，然后我是猎魂代言人，对，猎魂听起来是很厉害哦，吸取，对不对？真不愧是有主持过电玩节目的欣雅，对他的新节目呢可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哦。那我们今天呢也要恭喜你荣获我们年度最佳代言人的冠军宝座哦。那听说呢，这次的票选当中有非常非常多强劲的对手，那像是我们的音乐才子庾澄庆啊，还有犀利人气隋唐，那还有我们的 Dream Girls 里面的李玉芬、郭雪芙，还有你的好伙伴袁爱菲、阿肯纳豆。那能打败这么多的强劲对手，那会荣获我们的年度最佳代言人，欣雅你有没有什么感想或是要感谢各位的呢？就是很谢谢粉丝们的支持，还有玩家们这么支持暗黑世界。然后因为我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，大家都知道我粉丝团有一群投票团，然后我就很谢谢大家，就是遇到什么样的活动都会帮我投票。但是呢，因为我这几天最近在那个粉丝团上面都没有看到，就是拉这个投票的这个活动的东西，所以我强烈的怀疑，就是其实是很多玩家都很喜欢暗黑世界的，所以谢谢各位玩家，就是这么支持暗黑世界，谢谢。听团的人数上限为多少人？哦，这个限制你也快哦，很快。耶、yeah, ，好，多少人？60人，站起来了。哦，耶，答对了。哦，送给他我们精美小礼物哦。哇，新也再度出场喽！那我们他等一下要送的大奖呢，就是他刚刚身上穿的这一件。麻烦，就是这一件的原味 T 恤。好，那我再念一次好了。可以进行召唤兽，可以进行召唤兽，进化的是哪两种召唤兽？我提示后面三个字，召唤兽。人好好哦。就是第一个召唤兽，就是那个啊，遇到怪物很大很强的怪物，都叫它是什么？你是我的女神。哎耶，谢谢。二代召唤兽 ，BOSS 级怪兽，没错哦。好，那我们请这位，那我们请这位先生呢，直接到我们楼下来，那我们请艾希亚颁奖给你哦。